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，希望你不要吓到。你以为的我，并不是真正的我。一直在和你聊天的人，其实是一位高中生。我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觉得应该要用我最真实的样子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现在抬起头，我就站在你的面前。同学需要什么吗？悠悠，松山家商，高中生啊，他妈死高中生敢骗老娘！我同学是啊，你今天要喝什么吗？同学，你今天要点什么饮料呢？不好意思。啊。我一直很想上厕所。哦，有厕所里面直走左转，借你上。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，希望你不要吓到。你以为的我，并不是真正的我。哎，我等一下再回你。我现在店里来了一个变态、变态、神经、神经的弟弟，等一下再回你哦。同学，你在干嘛？你还好吗？我吉他弹不好。哦，没关系啊，那你就练习啊。加油加油加油！那个，我们乐团有惩罚，你就要来啊。哦，松山家商高中社团惩罚啊 ，OK 啊，我有空再去。你不上厕所吗？